脏了，嗯，有些难办。请问大人需要在下帮忙通报吗？还要请各位稍等，太谷大人去去就来，如今他暂代将军职责，在与你们见面前得对外布告情况，稳定人心，这便是成为将军的第一个考验了，希望这位大人能早些习惯。我怕是习惯不了。能在这见到各位真好。统计伤亡损失，遣人追剿药王残党，向六域说明战况。嗯，怪不得景元说做这把交易如坐刀山。将军的位子关系重大，谈何享受？只可说是适应吧。哼，我看他就是很享受。太古特地请我们来此，不是为了哀叹的吧？当然不是，我既暂代将军一职，自然要以罗浮官方的身份感谢诸位仗义能手。如今事情告一段落，该是开诚布公回馈各位的时候了。哇哦，将军许诺的好处这就来了吗？来了吗？来了吗？不错，星穹列车为罗浮出生入死，赤诚可见。经六域共商，自即日起，诸位便是罗浮的侍众盟友，在罗浮疆域之上，诸位受到视同联盟使节的最高规格优待。我仅代表星穹列车感谢太古。哇，虽然什么实际的都没给，但听上去还挺酷的。感谢的话完了，我还有一事要和各位参详，请到这边来。是吧你，刚感谢完不会就要给我们派任务了吧？任务谈不上，只是星河降灾，药王秘传作乱，剑木重生，乃至反物质军团渗透罗浮，这一切始末详略，我需向联盟高层据呈公文以备调查。但我身处其中，或多或少受到外力牵引，所知偏颇，故而请各位与我一同梳理脉络，分晓其中的诸多细节。那么该从哪聊起呢？已知的信息虽然足够，逻辑也算得合理，但仍有一些细枝末节的碎处，譬如星河如何被带上仙舟，又由谁送进了凌渊境，还有多少药王秘传的残党尚未被清剿，这些全都无从知晓，但我们已尽力了。提交联盟的文书报告，本座心里已有计较，关于各位的部分亦不会少，但为了景元着想，涉及仙舟内务的部分只好隐去各位的名字不提，还望海涵。我正想请求太古这么做呢，剑木复生，联盟高层不会轻视，多半会审查各个环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星穹列车如果牵扯进其中，恐怕一时也难以离开。是啊，景元这次的违规之举可不少，我得一一替他处置。云奇将军们个个麻烦得很呢。各位启程前请先好好休养歇息一番，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尽可以逛逛，我要暂代云奇事务，无法奉陪了。对了，各位若是途经星茶海，我有一件东西想托付各位转交御空。嗯，那时现场一片混乱，随幻龙显形后，庭云的身躯也仿佛凭空蒸发，云奇们只找到他随身携带的扇子，
和我们同行的那位停云，究竟是受幻龙操纵的傀儡，还是某种一叶障目的幻术？这一切暂时无法查清了。我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以军团的作风，那位天博司接度使本人怕是凶多吉少。但停云一事如何处理，终究应由他的胡人同胞决定。我将事情的梗概通报了天博司。这件物品，我想还是由你们去送更合适。我明白了，这件事就交给我们吧。那就有劳杨先生。本座瞧瞧今天剩下的公务清单。好长。时间不早了，各位若找我，来太古寺的受事厅便可。没想到这一路上咱们误打误撞成了拯救罗浮的英雄，总觉得轻轻松松就干了许多了不得的事情，好不真实。你的话听起来不怎么高兴啊。虽然看上去事情都在星河猎手操控之中，但那是我们自己实现的未来，他们本事再大也没法让不存在的未来成真呢。许多人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得救，先中免去了一场灾祸，既然命中注定这件好事要发生，管它是由谁促成的呢，高兴一点。其实我在想那个福太谷能不能帮我个忙，穷关镇神通广大，能穷举卡夫卡的过去。当时我就在想，那对我使用穷关镇是否能算出本姑娘的过去呢？那是，等你有空了，咱们一起去太古寺跑一趟，求太古帮个忙。事情总算告一段落，好在你们平安无事。太古将转交纪念物的事情托付给了我们，我去一趟司成宫见见玉空，你和三月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最好和我一同去。重回罗浮，重新踏足凌渊境，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我一心离开，却阴差阳错又回了这里。很快就走，景元养病，云奇没人再能照拂我，六羽会如何处置我还不清楚，不过至少现在我还安全。我想见见罗浮如今的驰名龙尊，既然不能摆脱此身作为丹峰时造就的因果，我想更清楚地了解他的过去。我想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弥补旧时的宿命。如果你们打算在罗浮逗留一阵的话，我恐怕没法和你们同行，抱歉了。哎，大衣脏了，有些难办。
是难以相信，那份战报当真不是一个拙劣的玩笑。反物质军团出现在仙州上，停云他是某个绝灭大军的伪装，我不相信。那个和我共事30多年，曾经与我一同操持过天国司事务的停云，怎么可能是某个怪物的伪装？原本的他现在又身在何方？玉空小姐，抱歉，我明白，我明白的，我只是一时无法接受。谢谢你们将停云的东西带回了四尘宫。这次星河灾变中，我们失去了许多同袍、兄弟、姐妹、子女。我想邀请各位作为便利此战的见证，参与天博司为阵亡者所举行的慰灵殿仪，不知各位意下如何？慰灵殿仪，用短生种的话说，就是葬礼。只是对仙舟上的长生种而言，身后事一直是个遥远又稀薄的概念。放在平日，魔阴身征兆出现前，便会有十王司的接引者将仙舟人带入因果殿，留下生平经历后归于寂灭。人们都习惯了以短促的告别代替仪式繁荣的安葬，唯一看重身后仪式的只有我们这些寿元有限的狐族人。在这一次灾难中，有数不清的云奇殉职或堕入魔阴身，因果殿来不及收纳彼等生平，他们便失去了。所有仓促而至的死亡，未能实现的愿望，都在提醒我们，长生种的生命依然只是微不足道的有限片刻。我想让那些逝去的人有个归处，用天博司的方式，用胡人的殿仪，将逝者们的遗物放上新茶，送出仙舟，航入恒星，与之同会。这不仅是安慰逝者，安慰那些不再能对我们说话的灵魂，也是在安慰他们留在尘世里的血亲、挚友和所有仙舟住民。我也希望能以这场仪式告别停云，这是我的私心。虽然他并非没于战场的云奇，但他依然是我天博司的人，也是这场灾变的受害者。我想用这场仪式将我的下属和那个夺取他身份与他面貌出现的绝灭大军分开。是的，我还是不愿相信停云的下落，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探明。但眼下，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各位，我能否冒昧地请你们来一同见证？天威生平的物件，我已吩咐严灵在整理。我希望各位能从中选些物品，放上新茶。这件事就按玉空大人的意思，交给我们来办就好。玉空在此谢过诸位。我已请十王司判官通传了慰灵殿仪的想法。接下来，我会前往回心港督造新茶，筹备仪式。各位若有事，就来那边找我吧。总是嫌我碎嘴，爱管闲事。你瞧我唠唠叨叨说了这么久，怎么也不跳出来阻止我？是你们呀，我还以为是他回来了。是司铎派你们来的吧？
们是来帮忙收拾婷玉小姐物品的。玉空大人打算把其中一些用在卫灵殿仪上。啊，东西都理得差不多了，都在箱子里面，你们瞧瞧有哪些是用得上的。咱们把箱子里的东西都摆出来瞧瞧吧。玉空使的印鉴，一个小盒子，一把刀，一张弓，还有这个被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这是什么呀？看起来像是个古董，可谁会收藏这么奇怪的古董呢？这小玩意儿啊，我曾听庭云说起过，它是古代胡人的民俗雕像，据说是求财之物，摆放起来很是灵验。这里还有一张字条，赠严宁先生招财进宝，无往不利。严宁先生，看来这是庭云小姐打算送给你的礼物。我当时还说自己要去请上一尊，我没料到只是提了一嘴的事儿，他竟记挂在心上。我和庭云啊，分属不同的商团，大家虽是同事，但彼此也是竞争对手。往日里咱们贸易他乡，按习俗会带些当地世界的特产回来当作礼物分送同僚朋友，一直以来我和庭云的名火都在争夺天波寺第一商团的名头，互相瞧对方不顺眼，送彼此的礼物都是些千奇百怪的东西，吃下会长腿毛的生发糖啊，一弹就会发出尖叫震碎玻璃的六弦琴啊，哎呀，真让人措手不及。没想到庭云最后送我的东西这么正儿八经，要是不回礼，岂不是就这么输了他一筹？只是，只是，该回赠什么好呢？说起来，除了印鉴之外，这刀和弓，怎么看都不像是庭云小姐会有的东西。他给我的感觉，可一直都是被珠宝包围的精致丽人。这些东西里，会不会还有别的没送出的礼物啊？就像严明先生收到的那件一样，咱们再瞧瞧。虽然我不会做饭，但我认得，这应该就是菜刀了。这一路上也没见庭云小姐拿类似的东西来防身吧？显然。他也是一件没来得及送出去的礼物。哎，刀匣里有张广告呢，上滋味金人像，这又是哪家店铺啊？这小盒子里别的没有，倒是装着一把植物种子，盒子底下似乎还印着字，武艺好。我想想，我记得在哪听过这个名字。这张弓，好弓，这该不会是要送给我的礼物吧？好了，开个玩笑，活跃一下气氛。你知道这些东西该往哪儿送了吗？武艺好。
几位想要喝点什么茶？我是小店的主人孟明，有什么吩咐您随时告诉我。哎，这是庭云姐姐答应送我的茶种，她果然从别的世界寻来了吗？真是辛苦她了。我当初从双亲手中接下这盘茶馆，心想着要做一番前人未有的事业，开创新的茶品。可惜仙桌上类似林元春、丹顶素贞之类的名茶早已传承数千载，从外传入的混合茶饮也各行其道，要推陈出新实在很难。庭云姐姐在喝茶时听了我的难处，便派相府保证，说她作为行商游历各个世界，一定能找到仙中人也未必品尝过的全新茶种。我以为她是哄我这样的小孩开心呢，没想到她真的言而有信啊。啊，对了，庭云姐姐怎么没来啊？是的，罗浮灾变平息，港口恢复通航，庭云小姐领了天博司的使命，又要出使其他世界了。这样啊，真是遗憾。那各位请稍等，我之前按他的提议改良林渊春、阴山绿和朝露小芽的品种，新制了一种茶饮，滋味干爽悠长，特意取了姐姐的名字，唤作恶吟歌。他享不了口福，我就请各位来饮这一杯吧。哎，道一增了，有些难办。是仙中罗浮的特色，不得不品尝啊。哎，你来啦，最近是不是闲啦？有空在仙中上到处逛逛啦。这不就是长乐天津人巷里老饕聚集的饭馆吗？怎么，你打算请我去大吃一顿吗？就是长乐天的商业街呀，虽然最近因为星河降灾人流稀疏了不少，外客初来乍到，逛的都是星茶海的宣业大街，那儿名声在外，热闹是热闹，但要说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哪儿多，还得去金人巷。我给你在地图上标好了，我平时摸鱼打牌累了，都往那边的小吃店里吃碗陈婆豆腐。不好，你这一提我不想上班了。赖你。有什么想吃的菜啊？这是庭云小姐送我的。哎呦，真是难为她的用心了，她那样娇滴滴的人儿，竟然真送了我一柄菜刀。当初她在我这儿吃饭，听我说起不吃不能打倒自己的食材的信条，最后又让我讲讲自己在其他世界做菜狩猎的经历。庭云小姐听得津津有味，缠着我一个菜接一个菜说，末了听完了还要送我一件礼物，说是宝剑赠英雄，名厨配好刀。这不，她大约是从其他世界找来了珍贵的奇金异材，断成了这把刀。哎呦，瞧这刀锋锐利的紧，怕是一下劈开塔拉萨冈背龟的外壳也使得。其实啊，庭云小姐太客气了，金人巷中的大小商户，谁没有受过明火商团的恩惠啊？他举办的海市，给咱们这些小商户招来了域外的商客。要说送礼，该是咱们送他才对。哦，对了，我听说商港又开了，
庭云小姐怕是又忙起来了吧？各位，不会是骗我的吧？你们说的那怪物是从哪儿跑来的？我真想用手里这把刀将他细细切作臊子。罢了，一个厨子将这些没用的做什么？辛苦几位，我来为你们做道菜吧，就当是给你们，也是给庭云小姐的回礼。说起来，这道红油乱斩牛杂也是把庭云小姐吸引来敝店的菜色。这份鲜香辛辣可惜她尝不到了，你们几位可要替她大吃一碗啊。关于那把弓，我想我知道庭云小姐想把它送给谁了。严明先生说了，接度使返乡时会带礼物送给信赖的同僚。庭云最信赖的人只有玉空大人了吧。彻底的勇气，于是我埋头躲进天国司的事务案牍里，不想再看天空一眼。虽然升任司铎，我却是行伍出身，本不擅长这些心思细腻的经营。庭云他却是个天生的商人，职份上是我的下属，但他总爱和我谈论商事，给我建议。他不曾在战场上与我并肩战斗，但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战友。没有庭云他们与商团的帮助，罗夫就无法在这短短30年间恢复生机。我一度以为时代变了，仙舟也变了，庭云这样的人才是新一代天博司的未来，他能为罗夫带来繁荣。不像我，只擅长为血和火奔走。错了，在将反物质军团的卒子一个接一个消灭殆尽以前，仙舟仍然需要我，需要我这样为血火奔走在天空中的人。为仪式准备的新茶都已备妥了，各位将庭云的纪念物放上新茶吧。等等我，庭云小姐为我备了礼物，同样身为节度使的我可不能失了礼数。严明先生，你准备了什么？我带来了一个纸鸢，希望你们别嘲笑这份心意微薄。虽然它不能和庭云送出的那些贵重礼物相提并论，但这份回礼有他自己的意义。我听说在胡人的礼俗里，纸鸢是用来宽慰那些无法再起飞的飞行士的灵魂。
庭云和我虽然不是真正的飞行士，但我们这辈子都在和星空打交道。我想，若是能让庭云再次飞起来，他应该会很高兴。结束了，您该歇息了。且再等等，我还有几句话要和列车团的朋友们讲。抱歉，燕青一直让我好好躺着，没法早点来见各位。在诸位离开罗浮前，我有两样东西想送给星穹列车。礼物？他终于良心发现，要补偿咱们这一路的辛苦了吗？那么，各位，咱们神策府见。哎，大一脏了，我要去吧。有些难办。请问大人需要在下帮忙通报吗？各位，将大家召集在此，是为重申罗浮仙舟对列车团无名客义举的感激。我想浮清之前也和大家谈及此事，但我认为你们所做的一切，罗浮远远无法回报。故此，我代表罗浮云骑军，送给诸位一枚象征结盟之意的玉照。这确实可以算得上是某种纪念品，但它可不是你到此一游能买回的小礼物。数千年前，联盟成立时，诸仙州共盟一事，并铭刻玉诏，盟采为证。
天地荒灭，不于此事。这枚玉照也是如此，记录着罗浮云奇对列车团的承诺，同时它也是一枚信标，握紧它就会向我手中成对的玉照送出消息。无论银河浩瀚，苦旅迢迢，罗浮云奇都会赶来与列车会合，完成各位所托。哇，这礼物还真是下了血本呢。当然，如此重要的东西，请不要为了微不足道或违背盟意的事情而善用，这一点大家能理解吧？哎，理解理解，懂的懂的。多谢将军的厚意。南恒，将军，我奉十王司的诰谕，赦免对你的流放令。自此刻起，你可以自由在罗浮之上来去。好耶！不过我要提醒你，丹峰的罪孽牵扯深远，而有些人的想法如同临渊镜的潮动，绝不会随一纸命令轻易改变。我只能保证你的来去自由，却无法保证你的安全，这一点还请你理解。嗯，我明白。送完礼心情也轻松了不少，连伤都不太痛了。此时此刻本想念两句诗助兴遣怀，不过我不像福清饱学，还是算了吧。无名客的前路还很长，祝列车通途坦荡。那么告辞了。我收到了姬子的消息，列车观测到了御剑门重新打开，他问咱们什么时候回列车，他还特地问了丹恒的情况。我想这个问题只有你本人回去才是最好的回答吧。我想也是该先返回列车向姬子小姐道个平安了。姬子姐一定也等不及听咱们讲讲这次旅途上发生的事情吧。等等，我怎么给忘了该给列车长捎带点礼物呢？哎，你呢？在仙舟上还有什么没完成的事吗？对啊，咱们都还没和有些人告别呢。那么，我和丹恒就先一步返回列车了。三月，你和他可要早点回来啊。放心吧，杨叔。你们这就要走了吗？我本想为将军分忧，谁知这一次却弄巧成拙，我也该好好反省一下了。另外，燕青还有一个不情之请，与丹恒先生交手后，自觉记忆还不够精深，要是老师有空赐教，我怕他生我的气。虽然很想与他再战一回，一路顺风。看着这些星茶，他们飞离御剑门的瞬间，有种不真实的梦幻感。这些船会花上多久？飞向哪一颗星星呢？放在宇宙的尺度下，长生种与短生种的生命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差别。仙舟著名追寻所得的长生，还不及一颗星星呼吸闪烁一瞬。他们的悲伤，也和我们并无区别。你回来了，我听瓦尔特说了你们这一路的经历，真羡慕，能看到剑木和玄露、太古司法阵，还有壮观的凌渊镜。我也敲打了丹恒，让他多多少少讲了讲自己的经历。不过你懂，
原本可以大谈特谈的事情，他用三言两语就草草说完了。不如下回就让瓦尔特留守列车，我带着你们几个一起开拓新世界。列车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轮替值班制度？皮诺康尼，还记得吗？在卡夫卡发来邀请前，咱们本来打算去那里。家族正在那儿举办一场宴会，他们向列车发来了请柬。我很好奇那儿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我接受了邀请。等列车长准备完毕，咱们就可以出发前往下一站了。踏入此间的不是狱卒便是囚徒，阁下是哪一种？两者皆非，在下只是迷途的旅人。好大的阵仗，星河剑墓、药王秘传、绝灭大军，一系列威胁接踵而来，差一点就成功转移了所有人的视线，忘了那个看来已经无关紧要的问题。把星河带进仙州的那个人有何企图？束手就缚，我或许会赏你个痛快。药师的孽物，将军，我的力量来自丰饶不假，但我和你一样都是药师的敌人。是的，剑墓，别阻碍我们。剑墓苏生是预兆，它预示着仙州以航之命途抉择的时刻。地宫司命受瘟祸阻，境灭祸阻，这是神明对垒的棋艺。你不站在圣的那边就是输家，而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置丰饶于死地。